在现代物流行业中，东风八乘八仓闸式运输车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灵活的配置，成为了许多物流企业的首选。该车采用平头排半驾驶室，带有一个卧铺供驾驶员休息，配备康明斯450马力发动机、10档变速箱，确保运输过程中的稳定性。12.00R20型号轮胎，配备一个备胎。该车安装前置电动绞盘，可在野外环境下牵引车辆紧急避险。整车尺寸为10米×2.6米×3.7米，轴距为1米91+3米52+1米35。这款车的舱闸内高为1米92，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装载各种尺寸的货物。货箱两侧设有通风口，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通风透气，防止潮湿和霉变。东风八乘八舱闸式运输车，无论是城市配送还是长途运输，它都能提供高效可靠的物流解决方案。